22年来，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很多人就说，让共产党改革呢，几乎是不可能的，就不要再对它抱以幻想，就是应该换一个方式。那么我们看到，在今年呢，仍有就是中共官方的一些，就是所谓的专家吧，他们在说，要为天安门的那个枪声喝彩，因为如果没有那时候的开枪镇压呢，就没有中国的这种稳定，中国就会大乱。而且呢，还有很多人现在觉得仍然可以让中共进行改良，让他去改革。您觉得这有多实际呢？现实您怎么看呢？这种关于这种话，我们已经讲过重复了很多次了。其实现在讲这种话的人基本上都是带任务的了，其实他们脑子里也不这么想的。但是我们再重复一遍，因为这些是主要是为了给这个更多的人，让他们加强这个信心而已。首先，这个说了，因为杀了人，所以现在带来了稳定。如果不杀人，天下大乱的话，如果这个原因可以杀人的话，那么我可以反问他。我曾经在演讲的时候有一次就讲过，我说你有没有小孩？你要有小孩的话，我就看了一下苗头不对，有点乱动，乱动症，我先杀了你。因为要不然你长大以后，你将来可能会乱杀人。所以说，你同意我把你小孩杀了的话，那你杀我们学生就是。我无话可说，你不同意我杀你小孩，你就不应该杀，因为你不能说一个假设的情况。也许当年如果不杀的话，现在你早就民主化了呢，也许现在早就是世界上最头号这个经济强国了呢，都是有可能。这是假设，不能用作为杀人的理由。第二个，杀人就是杀人，是吧？你不管用多少理由来掩饰那个杀人，那种规模的杀人，是吧？已经在全世界已经做了一个定性。除了大陆地区以外，你能够找出第二个地区的说那是一场暴乱或者说杀人是对的吗？连香港、台湾，是吧？就连中共那些猪朋狗友，我相信到巴基斯坦去，巴基斯坦的人民也说那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所以这个已经定性了，只有那些独裁者和特权阶层的人还这么认为，就是为了保住，就像新教授刚才说的，保全嘛，保命嘛，就当时那个演讲。所以这个很简单。第三个，关于这个改良的问题，今天如果还有人要谈改良的话，我觉得他要不就是别有用心，要不就是脑子进水了。为什么呢？很简单的道理，从22年到今天，中国哪一个地方的人权进步了？从言论，从这个游行，从1990年制定游行法、游行示威法以后到现在，他批准过一次你真正的游行吗？是吧？然后说抓人，你现在说茉莉花，连说茉莉花三个字都可以把你抓起来。我们89年的时候可没有这么说。现在内蒙古学生运动一刚起来，他就把校门就堵住了，就开始戒严了。我们89年的时候干了2个月也没有堵我们的校门呢，是吧？甚至64以后都没堵校门，所以说大规模退步，退了22年以后，你说我们还要给他机会？所以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来了。过去22年是一个改良的时代，从现在开始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对，我们在一开始六四介绍短片中看到，当年六四学生就是手举万言书，跪在人民大会堂前边，就是请求这个政府和党来改革。那么现在22年过去了，您说跪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时代应该来临。那么新时代是什么？如何？新时代就2个字：革命的时代。过去是跪求的时代。像现在这个学生运动起来以后，我绝不相信主流会还是个跪求的时代。现在你看看这个内蒙古，你看得出来，一开始就冲击那个政府，就把那个特警部队冲上了。现在那个这个江西，在我们湖南前几天，那些保安是吧，他们公司武装起来了是吧，去反抗那个拆迁，还有拆迁呢，甚至也做了火箭炮，土制火箭炮是吧，打了，就是一个人单兵作战就挑战了一个强权。到了这种程度，89年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新的时代，革命的时代，这零星革命的时代，终有一天会汇成大海。我说，如果说把这两个时代分开，这个性质上的要去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在以前改良时代的时候，是我们满怀希望，对他们抱着很大的希望，也就是说是他们是父母官，我们觉得他总有一天会良心发现，总有一天会改革，是吧？但是今天是我们对他完全不抱希望的时代，就是我们只有一个决心，一个目标，推翻他。自己掌握权力。您谈到就是说革命，那么当年呢是共产党革了中国人，比如说从一开始革了地主的命，后来又革了资本家的命，然后后来又革了这个不同党派人士的命，然后又革了这个知识分子的命，包括那些年轻人发放到这个农村啊，上山下乡。那么后来又是六四学生，那么后来又对法轮功发起镇压，那么现在对每一个人。那么现在你的意思就是说要革共产党的命？对，不对？我们现在是他们没给我们的命。现在是广告时间，我们回来之后来继续讨论。
好，谢谢各位回来继续收看。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从辛亥革命到六四，再到今天全国各地的抗争，中华的希望在哪里？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参与讨论，6465192879。那刚才唐万桥先生要有话讲，请。我觉得这个此革命非彼革命，我们的革命是要进步，要颠覆一个旧势力和旧政权，而不是革谁任何一个人的命。他们的革命是镇压，他们盗用了革命的概念进行镇压。所以说在胡昌这些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他不停地镇压人民，所以我想强调这个。好，那我们今天在线呢还有一位当年也是六四的学生领袖，那么现在在美国的军队中做牧师的熊燕先生。熊燕先生您好。你好。您最近在一个演讲中谈到哈，就是说中国人一种思维是比较实际的，比如说很多人认为现在中共拥有一切的国家资源，而且拥有那个军队和武力，那么如果要是说去推翻它或者解体它或者去反对它，这个怎么能实现呢？但是您说其实中国人是有力量的，那么他的力量就是来源于他对未来的先知先觉，这怎么解释呢？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大前提，这个人的力量是从人的心里发出的，只有从人的心里发出了力量以后，其他的力量就跟着而来。比如说具体的说，我们要结束中国一党专制，我们当然需要军队啊、武器啊、人员啊、资金啊、训练，这些东西是需要的，是现实的。但是这些力量怎么汇集呢？当然也首先是人的心里头汇聚了一种力量，就是说因为他值得结束中国一党专制，我们可以结束中国一党专制。只有有了这个心理上的准备，人们才会贡献物质的力量。当然我们有文学的话说，只有看到未来光辉的前景，才会升起要改变现实的愿望，才愿意去改变它。所以真正的力量在我们看到有一个远景，具体说来，如果中国人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将会土崩瓦解，在不久的将来，你想中国人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他会大多数都会站出来反对一党专制，结束一党专制。这个当然就是说只有看到了未来的美景，才会升起一种改变现实的力量。好，谢谢熊燕先生。那我们现在还有观众朋友在线上等候多时了，我们先接一下中国大陆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好。张先生请讲。辛亥革命一百年时间啊，我就通过回头来看啊，中国走了一条大大的弯路。其实在满清的时代其实是有那个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当时的时候已经进行到开医院、定国会、举行议员选举，甚至允许民间废物办报纸，进行预备立宪。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系列的东西，在现在的这个中国都没有，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只是进行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而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在当下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中国的希望在于就是普通民众的这个觉醒，在于老百姓的这种公民意识的这种觉醒。就当老百姓的意识到就是说自己要去争取自己的自由民主的权利，自己是作为一个自由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时候，当普通的老百姓都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中国我觉得就是说还是一个比较就是说会走向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道路。 好，谢谢张先生。那我们再接下一位新泽西州彭先生的电话。彭先生您好。你好，大家好，我是那个我现在讲啊，从辛亥革命开始，那么大家当然是三民主义了，对不对？到后来因为走了弯路，就好像刚才那位先生说的，走了弯路呢，就是在共产党在搞鬼，或者是军阀北伐统一中国之后，那共产党又在那里搞，然后在抗日，所以这个弯路他的希望呢，就简直是进一步退两步吧，可以这么说。那么到最后，这个共产党占领了这个所有的地方，那就这个完全改观了，完全是没有希望了。但是在六四的时候，那时候我是比一些民运人士啊，
我现在讲得很惭愧，当时我是比较早出来六四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很想这么说，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就是说也想要改进，就是像中共能够那个改变一下他的这个做法。那时候我就知道，因为我听到这个台湾那边讲，这个中共根本不可能改变的，因为什么呢？跟他几次谈判，他们每次谈判他越就做大自己他的这个更多的这个找理由来反人民。那么现在呢，我想问一下问题啊，就是现在明天是六四了啊，我想呼吁大家中国人多听一些这个辛浩年所演讲的关于历史。虽然我来的可能比他还早，但是我现在感到很惭愧，因为他所说的东西也是我应该学习的，我现在就一直在听他。谢谢彭先生。那么辛浩年先生关于这段历史呢，在新唐人的透视中国栏目中都是有很多，所以您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下载来看。我们的网站是 www.nttv.com， 然后您进入访谈节目，进入透视中国，就可以看到辛浩年先生的演讲了。那我们再接下一位纽约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你们好，辛浩年先生好。我讲啊，中共的命运啊，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啊，迟早要完蛋的，这是一定的。这是他实行的那个专制独裁，这个不讲伦理道德这种压迫中国人民，他迟早要完蛋的。现在我们要想到的就是他完蛋以后我们怎么办。现在问题就是辛浩年先生，我是非常的钦佩他的智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没有历史，没有文化，就等于亡国了。现在的中国就是等于亡国了，他不要中国的文化，不要中国的历史，歪曲这个国家根本就不存在了嘛。所以将来总有一天登高一呼，就像孙中山先生那登高一呼，共产党就瓦解了。瓦解了以后中国，所以我们要一个强大的力量。这个强大的力量呢，我就希望辛浩年先生组织一个委员会，把思想，把正确的思想，把正确的中国的文化，把正确的中国的政治这个思想灌到中国的人民里面去。就将来共产党完了，我们中国也不会乱，我们中国也会走上民主自由、中国传统文化、人民道德的思想普遍开发。谢谢王先生。那我们再接下一位纽约胡先生的电话。胡先生请讲。喂，胡先生请讲。你好。安娜小姐晚上好，各位嘉宾晚上好。好，尤其是辛浩年辛先生，想请问您一个问题。标题写的是六四今天，请问是六四事件重要，还是蒙古流这块土地流失重要？请辛先生帮我们解答一下。另外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小弟是觉得说不分男女，所有中国人只要能够有团结心，中国才有希望。谢谢您的指教。好，谢谢胡先生。那我们再接下来为加州丁先生的电话。丁先生请讲。